我抱你吧，我输了。你抱得动我吗？能啊，怎么不能？那你抱我吧。来，那兄弟们，让美女抱啊！你抱得动我吗？你确定吗？过来，过来。我们要开抱了啊！那我这抱了啊！跳，跳吗？嘿！哎，这你多尖呐！哎，我天哪！我手机掉了吗？哎呀，无所谓了，这么厉害吗？我坐下。连他我都能抱的。不是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那么大的力气呢？哇，还有肌肉哎！我看一下这个，就看一下，我看有多硬嘛。我也硬，来，你硬点，我硬一点吧。来，我们检查一下看谁硬，好吧？来，那我比起来，来，把这个手，这个什么呀？这个什么？这个，你捏我再来。哦，好硬，好硬是吧？我们两个全部都硬，来这个也硬，来，是不是硬啊？这叫硬吗？这叫骨头好不好？这叫肉好吗？我这地方还有硬的，我给你来，这叫瘦肉，知道吗？然后你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肌肉？我看，你别动了，没有吗？还是有点力的。你的力气是怎么练的？跆拳道。你会跆拳道啊？哎，我的天哪！我幸好没有那个什么对你，没你过分了，不然我今天怎么死的在街上都不知道。我估计要被你打成，就是你半残，打成半残。哎呦，算了，我还是十步绝为俊杰，稍微走了吧。想要多活两天，我最好是离你远点。不是，我想问你一个私人问题。嗯。你跟你老公两个，就是如果你老公就是我没两个。你跟你男朋友没有？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再这么练下去，我估计就是还是比较难找男朋友的。没打算要找呀，但是我是那个不怕死的人，加个微信吧。我都闻过你的手了，咱们俩也公主抱了，我担心会怀孕，那我得对你负责。我担心会怀孕，所以说你要是怀孕了，我对你负责。哎呀，你怀孕了我，你怀孕了我负责，没关系，我指定负责，我照顾你一辈子，来坐下。我就喜欢找个会才艺的女朋友。以后我要是你看我在小李哥，我要是以后那个什么被欺负了，你就说他妈的敢欺负我男人，退后我来，是不是？你不觉得我很懵逼吗？懵了吗？懵了。啊，懵了是吧？我扫你吧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。你扫我是吧？我觉得我好兴奋，我要找到媳妇儿啊，兄弟们。我找到女朋友了。我跟你讲，哎呀，那个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余额只有12块了，好尴尬。我等会儿，我没看到，我眼睛近视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。哎呀，跟你说了无数次了，跟你怎么还是没学会呢？啊 ？OK。那怎么中文怎么称呼啊？叫我小周吧，周恩来的周。小周是吧？哦，那你叫我小马吧。那我叫你这样吧，咱们以后昵称就稍微那个什么，你叫我小马马，我叫你小周周。小周周啊？啊，多好听。人家都这样叫的。是吗？你看我。叫我周哥。周哥求照。求保护。够了。求保护，他们要打我。我发个表情啊。他们要我做户外主播好危险呢，他们要打我，周哥能不能保护我？求保护，我让我靠一靠好，你那强健的那个手臂好吧？你练了练跆拳道练了多少年了？黑段，练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练？那我聊一下。四年，就是跆拳道的最牛逼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打人呗。就是怎么打？就是我打，假如说我来打个比喻啊，我来调戏你，就是美女，我能，啊，我操，真这么抓呀？宝贝，就是。我会打三个地方，打那个地方，不打牛子啊，不准打牛子，除了牛子这个地方，其他都可以打。第三条腿，他妈的，真还打我第三条腿，我操！你还真打我，不是，就第三条腿不打，其他地方都可以。三条腿，还有这个地方。哇、哦，这叫锁骨啊！这个你要是把第三条腿，那不是整折了吗？狠啊！快，很快！你们啊，那个比我还不会直接拉过来，真的。我拉过来还拉过来之后拴个死结儿，然后拉回去，砰这么一放，弹回去，弹肿，是这意思吗？
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就是当时你怎么萌生了就是说学这个跆拳道这个保护呗。当时是因为你肯定是因为之前是受过伤。没有呀，是不是爱好呗。哎，我能问一下，专门对付你这种人渣的。哎，我天，不是，我不是人渣，我是名人。哎，我不认识你啊。现在你就认识我了，小马马。小鲜肉。周哥。周哥。大叔。请叫我小马马。大叔。该回家吃。